刚刚逛街的时候，有个小帅哥跟我搭讪，而且还交换 LINE 耶，好害羞哦。哎，他密我嘞，赶快看看。啊？怎么是寄邀请给我啦？叫我保护什么兔兔砖？无聊死了，我才不要嘞。对啊，这么无聊，还不如玩玩有超多汉我要美艳的历史娘手机游戏 Historica。哎，你刚随便抢我的手机啊？而且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对啊， Historica 现在在日本超红的，而且要推出中文版咯。没错，我就是 Historica 里面的历史娘尼菲塔利。哇，你们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啊，竟然有人不知道 Historica， 你是原始人吗？拜托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Historica 这款游戏呢？就让我和森保利哉。 Historica 是一款日系卡牌手机游戏，玩家可以召唤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美女英雄，例如日本农姬、埃及艳后、圣女贞德等萌妹历史娘，来净化远古邪恶灵魂。游戏采用快节奏的烧猪爆破玩法，玩家扮演的召唤师要在一分钟之内将相同属性的净猪透过连线连锁引爆，借此净化敌方。连续消除六颗净猪之后，就可以获得灿猪，引爆后可以快速消除周遭的净猪哦。进化值满了以后，历史娘即会释放技能，当然烧越多净猪，过关的任务评价就越高啦。而游戏内还有血战死斗模式以及 PVP 对战模式可以玩，刺激程度绝对不会输给60秒激战消净猪哦。另外游戏中也有商店功能，你也可以直接购买灿猪、扫荡、卷轴等道具，让你在消猪的过程中更得心应手哦。Historica 是不是真的很好玩呢？哎，对了，你们这些历史娘突然冒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好康要告诉我啊？没错，现在只要上 Historica 游戏官网投票，将你宝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角色，就有机会得到日本来回机票哦！大家，哇，这么好康！刚刚那什么帅哥的兔兔村邀请根本就不重要啦。